欢迎收看完全娱乐，欢迎主持人便便。大家好，我是便便，我是便怎么还 OK 吗？现在的感觉？对，现在有点紧张。对啊，你刚刚在后台不是这个样子的？还没有啦，我现在。我好像有点硬哦。对，不是啊，但是我们喜欢硬的主持人。好 ，OK， 好好，可以，有听到声音哦。现在比较放松了。好，因为今天是我首次跟便便组合，对，这也是我首次主持。你献给婉宇吗？对，天，婉宇不要再夺人家第一次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就是上次你来，就是对啊，我上次来的时候是来宾的时候，那是上一次宣传嘛，对、啊嗯，可见你有夺得就是小记者们的爱，就希望你可以来婉宇主持看看、欸。那你今天心情感觉怎么样？啊、心情其实我蛮兴奋的啦，是兴奋的吗？对啊，感觉不出来吗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因为只是一开始，因为毕竟棚内也很冷，这边真的蛮冷的。对、啊，所以今天整个一连串，我相信你会主持的功力会大提升，而且超多你的粉丝都一直说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到那边蛮多的。对啊，几乎都是你的粉丝、欸啊。谢谢。然后你的粉丝前一天晚上还密我说，哎，帮我照顾便便哦，然后就是叫希望我可以跟你说加油，然后叫我照顾你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感觉，你不觉得有点像妈妈？很像妈妈的感觉。对啊，可见他们真的很爱你。还是其实。还是其实真的是你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但是那个照片是真的是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还真的是你。跳过，不是也太有心了吧？好，那当然，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一样有两个步骤要告诉大家。哦，对对。首先呢，我们今天会有一些奖品嘛，对，会送给大家。就是我们的签名拍立得，我们两位的签名拍立得、嗯，还有群人的签名拍立得，对。那么如果要得到我们这些奖品呢，就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。嗯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、嗯，所以第二个步骤呢，要跟我们待到最后，我们就有机会送你们，就是我们两个签名拍的，还有这群人签名拍的，对、嗯，以及后面可能有一些我们俩可以跟粉丝互动的环节、欸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待到最后。好，那就是刚刚也讲到奖品的部分了，就是还是要呼吁大家，就是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这些都是我们很独家给你们的，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做转售的动作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爱护这个，对，爱护这个奖品、嗯，因为它就是这么的独家。对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奖品也就是。我们也没有配送海外，对。如果要海外的朋友，如果要的话，可能就要麻烦你的朋友或是家人帮你带。嗯，可能今天会有很多海外就是想要便便的签名拍立得、嗯，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请台湾的朋友帮忙或什么的，可以帮忙，会帮忙寄过去啊，这样子。对，嗯、那我们得奖的方式就是不另外做得奖公布，我会直接私讯你这个人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是等不到消息，你就直接看你的小盒子啊有没有被私讯到，就是奖品就是你的了。嗯哼。好，那。啊，真的吗？欸、我们偏了、哦，便便比较越来越把你往旁边挤、欸，那也好，不然其他男主持人每次都很远，都是这样子吗？一直往左偏，对，最喜欢就是被靠近的感，而且今天我们有搭我们的衣服，对啊，我们的衣服蛮搭的，很有心，嘿。因为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来，就是支持便便还有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想出来跟大家来直播一下连线，好，好哦，我们来对一下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会在。哦，好好，我们看一下 FB 吗？我们来看一下 FB， 好好好，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来这边看一下，加油便便，对，都主持人便便，这群人有没有？我想要便便签名拍立得，萱萱有来，跟着我们到最后，好，我们会 cue 你。可是大家都喊萱萱呢，这庭萱还在是不是啊？庭萱还在吗？哦，刚刚来过这样子啊，好，大家都叫你不要紧张，好。便便唱得好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这边就是回复完脸书，我们会去 IG 跟你们来直播，所以我们会点一个粉丝来跟你们互动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怎么点？怎么点？你说怎么点那个粉丝？等一下吗？对，我们等一下会在那一台手机那边操作。对，我们先来， okay. 因为今天其实线上人数也是蛮多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真的蛮多来支持你的、嗯，给你一个鼓励的感觉。谢谢大家，欸、真的蛮久没看到你了、欸謝謝。对啦，然后再次出现就是婉宇，对。那之后再来的话就是见面会。哦，对，嗯、还有见面会要忙。对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跟 IG 的大家来做连线，所以大家就是也可以转到 IG， 然后我们会来跟你们互动。Hello,好，我们现在来操作，就是是不是要看一下美机啊？看一下美机吗？没有了，可以了。好啊、
状态很好。有六个人要求，大家可以开始要求，就是来跟我们好按邀请跟我们连线，就大家都会按吼。好，来，好，现在只有几个人邀请而已，是怎样？大家还在进来当中。对对对，好。我从来没有跟人家 IG 网站玩过，有 IG 直播，但是从来没有，我也没有直播过。我直播的话都是跟直播过，我都是跟其他演员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直播，没有，我们完全没有单独。好，我们先趁机学一下。好，好，开始有一些人来跟我们要求连线了，然后我们就选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们真的就会跟他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哇塞，可以跟他们好好聊天。好，那我们就来选喽。我们要怎么选？随机吗？对对对，一个随机。来，那就蒙着眼选。好，来。没选到的，不要骂我。这个有点到吗？点好来。好，君君。好，君君，我们来跟你连线罗。看得到是不是？哦，Hello，Hello， 君君你好。Hi， 君君。Hello。Hi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没有化妆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这样子。你这样很好看了，我们也没化妆。对啊，我们也没化妆。嗨，君君，你是来帮便便加油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觉得他刚刚表现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，很好哦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有什么？就是有一点卡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卡。他很专心在分析，真的人超好哎、欸，真的超好。嗯。还有什么要跟便便说吗？还有什么要指教一下？就是哪些下次要改进？好，你没有露脸的意思是不是？我们先看看你的眉毛。好。哎、欸，好。好。OK, okay。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哎、欸，我在乱玩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好，这样可以。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？哦。嗯哼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特效蛮好玩的耶。有，我也觉得你玩的蛮开心的，一直在变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给我一点指教。对啊。就是我刚刚那个。好不容易抽到你。我觉得便便刚刚唱歌唱的蛮好的。嗯。对，那是那首歌本身很好听、啊嗯、而且冠哥他本身就是帮我起一个，其实他帮我旁边帮我搭，就是对啊，对啊，超感谢，超感谢。还有吗？嗯、还有吗？刚刚的主持。还有，我觉得可以跟我觉得可以跟一那个来宾可以多一点互动。哦，你说、嗯、好哇，他真的很认真，希望、嗯啊、我真的很认真在看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是因为便便才看完语吗？是为我们，我们啊，对啦，都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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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，那我们会多发便便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平常也有在看啦，但是今天是因为便便看的。好啊，那便便要给他一个，要一个福利吗？那我们的福利，来给你们两个镜头，让你们可以截图一下。认真的吗？认真啊，你可以截图，你可以截图。截图。哎，我朋友在身上哎。这样可以吗？帮我截，快截。等一下，你有要截图这一张图的意思吗？快点。好了，快点，要倒数了。我截了。好哇，谢谢，周姐非常幸运。谢谢。那你再继续收看，我们要先换下一位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要按叉叉。对对对，应该是。按这个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是直接离烟。然后就直播人傻眼这样。好，欢迎你们再赶快邀请跟我们直播连线。换最后一个吗？来，这个换，那你帮我选。好。来哦。好，来啊！肉，这好了，这个。哎呦，好紧张哦。巴萨。所以他这个都可以直接这样子跟所有人直接连线。嗯，对。哇、wow、哦！但他们前提也要开启。Hello。哎，好多人哦！好多人、哦，整个公车都是人。我在公车上。你们在公车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 hello,。我们这边很多人。真的假的？都在看完语的、欸，真的很多人吗？你们好，你们好，都来看你的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没有什么要跟便便说的吗？对我刚刚的主持，就是有什么指教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听到你一直在笑，我一直在笑，不行，那群人他们太好笑了啦，对啊，嗯。然后我觉得你主持的很棒，谢谢，第一次主持很厉害，对，其实我觉得第一次主持真的还蛮好的，真的很会讲话，真的啦。所以你们都是来支持便便的，
谢谢谢谢谢谢、啊，超喜欢你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要不要给他们一些福利？福利吗？好，三连拍吗？三连拍还是秀肌肉？秀肌肉，他说肌肉，手臂吗？对啊。我最近练蛮勤的啦，因为本来想说要给，就是见面会的时候要给大家小惊喜。哦，对啊，嗯、他见面会还给小惊喜，所以你在见面会可能会對、啊。但是要看经纪人这边啊。给他吗？好，你可以这个角度有点对啊，便便的。那我们要低一点，秀一下肌肉照，你们可以获得。有点害羞。来，请台中场的见面会哦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那你们现在便便要给你们福利了。好了好了，来看一下便便的肌肉。哇，他们全部。这衣服有点紧，有点崩了。对啊。要看更多就要去那个见面会。好哦，我会去台中场的哦，我会去台中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最后要跟便便说的吗？就之后加油，会继续支持你的。好哦，谢谢你们，希望还可以再看到你主持。哎呦，跟顺便跟婉瑜喊话吗？啊！顺便跟婉瑜喊话，希望留着便便主持。那帮我大声的喊，大声的，帮我洗白。不会，便便主持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的 IG 连线就到这里。嗯哼，对，因为最后其实也来到最后，然后我觉得。我们也给粉丝一些福利了。好啦，所以你说你觉得今天，我觉得主持这样子、欸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差。有啊，哎，这真的不差。可是其实我刚一开始看到冠哥的时候，我有点讲不出话来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就觉得，毕竟是就是前辈，对啊。因为冠哥给人家前辈，有对对对，就是、刚就很好笑，然后我就比较放松。那你觉得这两场下有没有觉得、啊、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可以？在哪里更好之类的吗？可以在哪里更好？我觉得跟大家的互动可能还要再多一点。哦、对啊，你让我比较是没有了，没有。我觉得刚刚很好的是，你至少有在那个空拍的时候讲话。空拍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初期的时候会比较怕遇到，就是我因为我需要换气。换气为什么？就是我要那，就是我需要讲完一段话，然后我要换。也不是，就是我需要，就是讲完问完，然后会停一下。可是这时候其实 partner 就要对对对对，就要补这个话。对，之前没有人补了。之前没有人补，没有假的。会有人不敢在。我刚才补到吗？有。我刚才补到。对，只是声音比较小声。比较小声，因为我刚刚拿比较远。对，还是因为歌手我拿比较远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有点紧张。哦，就会想要离麦远一点。没有啦。但我觉得现在闲聊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其实可以感觉到你还已经很放松了。对，不然我们现在再请他们再来。不会，但我觉得刚刚已经很好，至少你都会让来宾给你一个好的印象， uh-huh, uh-huh. 而且他们都知道你第一次主持就给，对啊，应该是讲客气话吧？你觉得他是一个？啊，可能因为我一直叫他别的歌，所以就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这样子。好，就那这个禁忌就是我是教你先不要犯，好，好不好？以后不要学，前车之鉴。对，我就是故意示范，故意示范给他看，这样超感动。好了，我觉得顺便宣传一下你最近的近况啊，忙什么？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们八月份有蛮多活动的，然后像我八月八号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要先去泰国，八月初的时候要先去泰国一场见面会，然后再来是8月18台中的一场见面会，粉丝见面会，然后再来我8月17号的时候，其实八月十七号的时候我在那个。星光三月，我有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互动这样子。所以其实八月多，八月份我行程满满的，八月去泰国玩，然后再去韩国，然后台中，哇，都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见面的，狂飞狂飞，对。好，因为我觉得你在之后的成绩也都蛮好，干嘛？啊，最近吗？便便粉丝有要听是不是？有啊，当然有要听。没有啦，好，对 ，OK， 因为。你知道我是月春欢迎你的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当然知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想，有没有在看？你跟我们同，不是，那时候是另外一场，哦，那个时候，对，不是，对，所以就是有啦，我有看到，有看吗？有啊，觉得演的，很喜欢里面那个角色 ，OK， 很喜欢里面的角色，不是我 ，OK，
好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讲那个吗？那件事情吗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。哦、oh, okay. ，对啊，对，他说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。其实我们刚刚好笑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后台的时候，然后宇宙说他之前见过我，然后我就说有吗？我们在哪里见过？然后说一次那个电影首映会的时候，对啊。然后其实便便认不出我，因为我那时候素颜。对。所以他现在觉得看到是全新的我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很少人见到两个状态了我。对不起。下次记得认出我。好。好，那我就是月春。现在其实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预告已经在有第三者的介入，所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，对，会有一些吵架的戏份会出现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那几场比较演技要爆发的时候。对，我那场。我演技真的是爆发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边边的粉丝也可以看月春欢迎你，麻烦了，支持。好，谢谢，下周继续玩鱼见喽，拜拜。我要唱一下那完全娱乐，可以，最后唱，你要唱吗？然后大家一起个音乐啊，要还是完全娱乐？好，完全娱乐，拜拜。完全娱乐。